要改建。明天。明天会来，因为我们下次来。到哪边？到新的地方。今天是放假的。要坐车。因为要走公车。因为我们都到那个地方，我们要看另外一个什么。还在。看一个什么？它飞站变高架了，飞站就换成高架。那我如果真的下一次来，大家就我一个人在排。那要现在走过来了。它现在转运站还在盖，所以还没盖之前，公车部分是到旧了。如果你的新站的路口是吧，新的话，它这边会做。对对对，这就是新站。晚一般大概八点钟。对，因为今天来的线路就不走，很高价的。Thank you.